疱疹治好了会不会复发呢？一个取决于它的这个患者体质。如果患者有些比如免疫功能低下，像甲状腺的那个，像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或者这种甲状腺肿瘤人发病也比较多了。免疫力低下的人，像那个或者肝脏、肾脏，刚我曾经有个病人就是肾功能那个不好的尿毒症的病人，他得过10次疱疹，就是反复的发作，每年几乎都要发一次。那么怎么避免复发呢？如果有些疾病的话呢，我们说正常对病因去治疗，你有什么病把病给治好。第二呢，我们提高自身免疫功能，提高免疫力。中医认为呢，把自身这种阴阳呀，这种虚实平衡的，平衡是我们的这种阴阳，是人体的这个身体调节、人体健康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只有把自己身体那个打造好了，我们才能够避免它的反复发作，避免再次侵袭。疱疹疱疹，我们80%-90%，10之8-9呢，都是能够治愈不再复发的。至于复发的人呢，还是他本身呢，他可能一些肿瘤或者恶性疾病啊，或者免疫力低下这种病人呢，他本身体质所决定的，并不是疱疹所决定的。